惠生是一位画家，几十年来他把目光投向了他的故土黄河和黄土地。他画黄土地，画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人们，画巨浪翻滚奔腾咆哮的黄河。黄河两岸汇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这是在黄河岸边长大的李惠生如同置身在艺术的宝库里获益良多。他在宋陵领悟了艺术与自然浑然相通的奥秘，在巨大的石碑前获得了崇高的启迪，在龙门石窟受到大唐气度的感悟，在汉墓壁画及青铜艺术鼎盛时期的商代遗址吮吸着几千年古老文明的甘乳。李惠生现任河南省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他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进取在创作上永不满足的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和理论为繁荣我国历史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多年的创作实践和系统研究使李惠生进一步理解了传统技法和理论对现代绘画创作的重要性。凭着对绘画艺术执着的爱，他翻阅和临摹了大量的历代名作。早年在那不算宽敞与豁亮但足以供他抚养涂抹的小花室里，他赤壁挥毫，挑灯夜战，寒冬酷暑从不间断，这既锻炼了他的毅力，又为他今天的创作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基础。多年的钻研和努力，李惠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现代创意山水画。他的画既以中国传统绘画浓淡干湿为用墨基础，又融合了写意画的用笔琢墨之特点，使作品有如山川河流泥土田野那样淳朴自然，和谐而柔美，像一首优美动听的民歌，带有浓重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从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画家纯真的感情和质朴气质的流泻。
李慧生是一位谦虚勤奋的艺术家，更是一位勇于探索、敢于创新，集书法与绘画于一身的艺术家。著名画家谢瑞阶是引导他跨进艺术门槛的老师。早在50年代少年时期，李慧生的书画作品就曾被法国教育代表团收藏于巴黎。近年来，作品多次赴海外展览，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从不放弃任何一次向别人学习与交流的机会。巍巍太行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千里高原给了他创作的冲动。把生活视为创作的土壤，到生活当中去捕捉创作灵感，是李慧生坚定的信念。崎岖的山路上，洒下了画家辛勤的汗水。汗水里，饱含着画家对生活的热爱和不懈的求索精神。为使作品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李慧生的足迹踏遍了千里高原和黄河两岸，拜生活和大自然为师，来丰富自己的记忆。
偏僻的山村留下了画家矫健的身影，他把艺术触角伸向了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之中。画家走近他，亲近他，认识他。生活中蕴含着新的希望，这希望冲击着画家的思想，滋润着画家手中的画笔。对艺术的苦苦追求，对生活的深刻感受，都在画家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种对自然的咏叹及作品散发出来的浪漫气息，那种浑然一体的内在意蕴，使作品呈现出一种高远的美学境界。黄河的狂澜怒涛，磅礴气势，那急流涌进的艄公，正是我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之所在。把自然形成的纹理和色彩，作为一种技法和语言，在作品中加以运用，更使作品具有一种浑莽苍凉的自然美。李慧生，这位倾心于黄河文化的艺术赤子，面对着惊天骇地的惊涛，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情、他的爱以及他的艺术生命融进了这条哺育他成长的东方大河。惊雷，如醉如痴地为黄河铸魂，
随着笔墨的舞动，点线面的飘荡，使这巨幅新作仿佛是一首雄浑深沉的歌，一支雄壮的黄河交响曲，叩击着我们的心灵。李慧生为我们展示了黄河及黄土地那无比壮阔的画卷，我们的思绪也随着这画卷飘向那天地相接的遥远的地方。